杯酒解忧愁，抗衰老。每天喝一杯葡萄酒，可以让你产生与年龄相关的身体机能障碍的可能性减少 25%。 心脏健康。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不只是深海鱼油，每天两杯葡萄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代谢这种物质。抗氧化，每天饮用两种含酒精饮料，你能活过85岁的几率会高达97%。保护肺，白葡萄酒能降低患肺癌的几率，专家推荐灰皮诺 Pinot Grigio。